是有那个老子学院啊，老子学院来聊一聊您对老子的认识。东方的哲学还是有人类贡献的，嗯，包括我们的天人合一，我们的道法自然，跟西方的民主自由实际上都是人类不认识，西方是绝对认可。你要说孔子那段西方人绝对不认识啊，我们那个孔子是落后的文化，孔子跟老子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，怎么样？